在三分线外面不断的传导之后，此时杜角出手，周玉祥第一次出手就命中。陈英俊 Q 过来帮他挡一个，面对三个人，地板球交给 Q。对，因为他的高度跟他的身材壮硕度，对澳洲队来讲，这个算是小菜一碟，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。在澳洲十二个人里面，大概有五个人的身高都比他高。对，澳洲队抓了七个篮板，中华队这边还没有抓篮板。发生一次失误，回场为例啊，哎，太明显了，T4可能会被打下去。嗯嗯嗯，刚才是十一号的 Lynch 这位后卫忙中有错，在传给七号的队友的时候，发生了回场为例。其实他的攻守转换的防守跟进攻都做得非常好，他不再只是大中锋笨笨的往里面走，他跑动能力也非常了得。没错，又来了，三分球是三投两中，走位的那个流畅性真的是。他真不愧为世界前几名的球队了，因为他的技术是真的是很全面，团队的跑动其实非常清楚，很少自己撞在一起，而且传球者还可以找到自己的队友，那才是他们的能力。哦，好，马上欢迎颜色陈英俊。地板球交给黄宗翰的时候，哇，传的有点过重，没有接好，前面麦卡龙先生打起来了，造成了犯规，而且自己绝对不会拘泥个人单打，一定看到队友空档机会，马上球就塞了进去。替补上来的 Macaron 目前攻下六分，球的转移真的非常快，好像不会在同一个球员身上超过四秒钟了。好，这一波防守中华队做得好，十二分的差距打进来，林松汉这球流进去了，漂亮，展现出你要的东西。刚才是黄宗翰，这场比赛第一个 field goal 就有火锅盖，漂亮，前面要快攻了，好机会，跑起来。好球，掉到犯规。澳洲这后卫187公分的 Norton 回到 CBA 的赛场上，刚刚他脚稍微翻了一下，很多球会畏惧。8-9，哦，来，再分出来给陈奕迅，非常稳当的出手，可惜这样的状况被对方得分至少超过14分、15分以上。对，澳洲现在将近40分的得分，有超过一半是来自于这样子的转换快攻，赶快来挤一下失血才行。想要第一时间把球给补进，这个野心有点大。Nicholas K， 中华队打一波回来，碎了。剩下8秒钟的出手时间，陈英俊造成了 KD 犯规。转出来想要三分出手，造成了对手犯规，被剥了一下之后再起，时间到点。前面打板块攻的机会，杀进来换左手，漂亮！吼吼吼吼 ！K 来了，三分球投最多的这位澳洲选手，祭出区域联防，他在场外他就很清楚的，他在三分线外就，他就准备拿球就要出手，你只要推他两步他就出手。二球必问，陈奕迅又杀进来，哦呦！下5分半钟左右，第三节终了，陈奕迅。不断的换挡，尤其这种国际赛，这种裁判他是不由得你去跟他 complain 太多的。左右开工的 Angus Brand 这球没有打进，陈英俊前面又跑起来了，哇，活力十足，碎了。是，而且我们看到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陈英俊，他攻守转换只要一对一啊，虽然他个头比人家娇小，可是他有很多欧洲步跟个人的技巧，而且最后摆球的那个手感真的是更好。刚才是把对手十一号的 Kevin Lish 给晃掉了。精彩的 Eurostep， 很多白人球员的一个打球一个习性，为什么他们脑筋可以那么清楚，投篮可以那么的精准？因为他们其实是个性的一个表现，他们很沉稳的去做每一个训练，而且很清楚的脑筋去分析球场上的一个状况。再欣赏一次陈英俊，哇，这个背后的运球直接甩掉了对手啊！哇！Q 想要用三分球换颜色，这个是很重要。那中华队也会非常的来关注这场比赛。我们看到 Q 可以在篮下完全把他甩开，直接得分，只出现过一球，其他的都是必须要骗啊、要赖啊、要靠啊，真的打得很辛苦。那拿到球可能又是个2-1的一个机会了。对，又有两罚机会，而且面对的是更强大的澳洲，仍然有这样的一个表现，真的是不简单。哦，16分啊，中华队。那加油！刚才这过去的2分钟还没有拿分，讲着讲着又是我，对，又是陈英俊。下一场比赛对菲律宾真的是个信心大增，而且是在自己的家里面的。对，
澳洲之前对上日本的那场比赛，在自个家里打，在阿德雷德打，是赢了24分。是，刚才是在对手要上篮的时候，直接把球拨出界外。而且他抓这个拨球的技巧非常了得，你看他的火锅都不是很大，轻轻拨你一下就可以了。好球，哇！吼吼吼吼！防守端看 Q， 进攻端就看陈英俊，把球带过来，再给陈英俊。Q 在里面已经站好位置了，双手中控。看到 Luke Longley 现在留着长头发跟胡子，真的是还是不太习惯的，还是习惯他以前在公牛队那个短短的头发，然后干净的。干净的鬓角，当然，因为他老大已经头发都没了，他还可以留很长吗？当年的 Michael Jordan 的帅气，但是就是没有头发，但是真的是非常帅气。这个公牛王朝啊，真的是陪伴我们大家成长很棒的一段时间。嗯，哎，这球没有犯规吗？最后剩下1.2秒，但陈英俊还是很拼，他是刚才上半场有翻船的那个人。是，那现在有点打出火气，陈英俊直接跟对方有点言语上的一些冲突啊。嗯，对。对啊，这就是我们这场比赛的想法。我们不管落后多少，我们就是要这样打。刚才三号的格里登，他指的是说，你看看积分板，现在你们落后多少？对，我们不管啊，我们就是要这样打嘛。对，我想陈英俊是受了对方言语的，因为国际赛常常会经过这样的。因为以前我打过国际赛，也发觉其实国外的球员在胜负之后，他对你的东西，他或许不是骂你，可是他会告诉你，你就是输家。嗯，可是虽然输，但是我们的气势不能输。对。